那你说一曲快的是什么？快，快的。真是想不到，但是我会唱快的。但是你会唱快的，你会唱快的。那你心目中的？湾奈北京。湾奈北京是快歌吗？他可以唱成快的，哦哦，是不是？蛮快的。好，听看好，听看好。是不是？当然要，当然当然。不要，这些人把我们打死了。你看多少人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快版的湾奈北京嘛。湾奈北京会快吗？谢谢。很幽默啊！我们欢迎第一位男主角，请出场。哇，萧敬腾，你好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萧先生，你好。萧先生，为什么歌声这么的洪亮，但是身体如此的瘦？歌声跟人刚刚这样子一听合不太一起哈，因为看起来好像他没什么那个 power， 可是很像高一的这个高中生。对对对，你歌声你是有练过吗？有练过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唱歌之外讲话也可以大声一点。你最近很红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怎么吓到？你怎么吓到？我这样问你好，比如说你现在走在路上，你会戴墨镜吗？不会。就是还是这样子出去。没有那么帅，没有那么帅，没有不整理就出去了，就对了。但是不会戴墨镜，不会乔装易容什么的，都不会。有人会找你合照吗？那如果说人家找你合照的时候，你不稍微打扮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以后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在责怪你的意思？女朋友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烦恼？谁？女朋友会被拍啊，还是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就一个。几个？不能讲，不能讲。一个而已。一个而已。一个。那你唱歌唱多少年？驻唱？两年多。两年多了。那你是走哪一种曲风？哪一种味道？都会。都会。全能的就对了。对不起，我问错问题。你上我们节目会很紧张、很痛苦吗？不会痛苦，但是会紧张，肩膀有点硬，放轻松，我看看有没有好一点。哎，真的全身都骨头哎。对啊，我看他真的很瘦啊。不是哎，我们两个在干嘛？卖真的蛮瘦的，真的蛮瘦的。好，你以前看过我们节目，觉得好笑吗？骗人，敷衍，你不要这样，人家会吓到。我们节目播多久？阿赫，根本没看。就是你刚刚出来唱歌的时候，我们节目就是不是这样？看我们都有缘分，你看，哎呀，真是。静静相依的。
坐啊坐。哇，你怎么唱歌跟讲话差好多？我一唱歌整个人雄壮了起来。嗯，请问你是怎么练？你以前有学过钢琴？就玩很久。玩很久，那你有拜师学唱歌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靠自己的天分。你学钢琴学多久？我觉得没有学，没有学，你就是随便乱弹就变这样子，厉害的。那你会唱快歌吗？会哦。那双截棍，嗯。哎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弄个中版的，子曰。不要了，那你说一曲快的是什么？快。快的。但是我会唱快的，但是你会唱快的，你会唱快的，那你心目中的《湾奈北京》，《湾奈北京》是快歌吗？他可以唱成快的，哦哦，是不是？蛮快的，好，听听看，好，听听看，是不是？当然要，当然当然，不要这些人把我们打死，你看多少人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快版的《湾奈北京》嘛，《湾奈北京》会快。很幽默啊！想不想主持啊？真的真的啊！关奈北京。对啊，你用你的唱法唱这首歌好，好吧？我们来感觉它是不是快的，可以吗？好吧？可以吗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难处？不是，我们没有逼你，真的。好，那我唱好了。你真的愿意唱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他喝水是吧？哎，快点，他喝水。不用先喝水吗？要要，我了解你，懂你。这你一来就对了，你说来。我说萧大帅，你一来可把现场的记者们挤得水泄不通了，真的只能说你实在太红了。把酒高歌的男人是北方的来